我喜欢你。没有什么。大家好，我是龟贤，你们现在收看的是龟贤。Super Junior 1月27、28一连两天在高雄巨蛋举办 Fan Party， 主唱龟贤为了宣传近期新发行的个人 EP， 29日特别留下来举办记者会，也为自己两天的表现打分数。저의점수는10점만점에9점을주고싶고요왜1점이깎였냐면오프닝에서제가큰실수를했어요그것말고는다잘한것같습니다팀에서는막내이긴하지만그래도30중반으로지금다가가고계시는데혹시체력적으로괜찮으셨는지솔직히요좀힘들었습니다有点累但是我最近努力做运动所以一点点累了但是还可以之前在日本的粉丝见面会上面有说到他自己一天会照24镜子是觉得自己长得很帅而忍不住一直欣赏自己왜이렇게밖에생기지못했을까라는아쉬운마음에어디를고쳐야될까이런마음을품고왔습니다而龟贤除了在音乐上缴出亮眼成绩单，还主持超夯恋综《单身即地狱》。被问起会不会想出演，他则这样说：“제가거기참가하기에는일단나이가좀많은것같고좀보실수가없습니다죄송하다고말씀저는어쨌든간에제가 MC 이기때문에누구를좀너무편애하면안된다라고생각을하지만기본적으로좀상대방에대한배려가좀최우선이라고생각하거든요아무리외모가출중하고아무리몸매가좋다고하더라도사람을대하는자세가좀제일중요한것같고마지막으로하진씨의턱부터끝으로큐피터와엘프에게사랑의마음좀전해주세요제가台湾有命吗네, 대신 감사합니다.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